好消息。哎，刘姐，什么消息啊？人家傻柱不愿意听，我啊就不说了。这不有愿意听的吗？不说话不等于没长耳朵啊。说得行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在李主任办公桌上看那告许大茂的信啊，有这么一沓呢。那怎么着呀？别多说，别多说，差点说错话，别说。就你那乌鸦嘴，比许大茂差远了，没人待见你。那是许德茂连你都巴结。刘兰，你记着我这句话，许德茂别放我手里。一回啊，我告诉你，就一回，直接摁茅坑里。有什么用啊？人家不还是你的领导？转过身去，人家啪给你双小鞋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管不了那么些，痛快就得。充其量就回答，人家玩政治的用的是心术，知道吗？心术。算了，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做饭。师傅，刘兰说的对，您光来名的不行。您不是大领导吗？从上边找人，一句话，那许大茂就得下台。没戏了，大领导靠边站了。你瞧你死去了不是？那不是还有没靠边站的吗？您再想想。